静真会穿风衣外套搭配蕾丝上衣，时髦又性感，网友想买同款。嗨，大家伙，我是何有强。说起宁静，大家一定不陌生。1999年出演《黄河绝恋》，宁静饰演安琪，并获得金鸡奖。2015年出演《女神生活体验秀》节目《偶像来了》，耿直的性格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，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耿直、真实、不做作，收获了不少的年轻粉丝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宁静怎么穿衣服的吧。这套小西装的造型扮嫩很成功，完全看不出来她有46岁。天蓝色的底色搭配了红色的刺绣花纹，大方优雅且女人味十足。里面简单的搭配那一件白色的字母 T 恤，时尚又简约，这样的穿搭很日常，并且适合上班一族作为通勤装扮。在众多黑灰白的西装套装中脱颖而出，这套衣服真的很适合宁静阿姨。一看腿就知道她已经减肥成功了。淡黄色的工装风衣非常的时髦大气，里面搭配了一件透视蕾丝打底衫，下身消失的穿法紧跟潮流，大长腿一览无余，透明的高筒靴也是非常的亮眼。不少网友纷纷求衣服的链接，你看完是否也心动了呢？这身装扮真的非常的酷炫了，这样的中性风被宁静玩得六道飞起，深色的口红和墨镜更加让她看上去霸道十足。不过不是高腰的背带裤不是很显腿长，而且围巾的装饰反而适得其反，显得整个人比较的臃肿异常。小个子的女生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搭配失误了。宁静这套造型真的复古又好看，很少有明星穿搭这样的蝴蝶披，整个造型真的像一个女王一般，非常的有气场。一般这样的披肩搭配都是一件抹胸式的上衣，下身宁静搭配了一条喇叭裤，看着腿巨长无比，整个人也是非常的高挑。如果喜欢蝴蝶披肩的朋友，不妨参照一下宁静的这身造型。宁静这身真的是酷劲十足，绑带半身裙非常的热门，这样的混搭风格也是很少出现在她这个年纪。不过颜值高的宁静很好的撑起了这套衣服，不过由于是比较薄臀的设计，显得宁静下半身比较的宽，而且看着不太修身，所以如果你盆骨这一块比较宽的话就别这样穿了。图片均来自于网络文章原创责任编辑04。